截止8月5日，14时，新疆本地确诊病例10例，其中一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确诊病例，另外一个病例是作为密切接触者，在集中隔离观察期间出现发热等症状，被省专家组定为确诊病例，且均在管控之内。新疆出院病例1例，累计确诊病例92例，住院病例91例，其中轻型病例12例，普通型病例77例，重型病例2例，全海天公司员工39例，全海天公司员工的接触者14例，大连湾街道居民20例。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17例，传播途径全力在1例，所有病例均在大连市第6人民医院集中隔离治疗，目前病情稳定。无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，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出院1例，正在实施医学观察的本地无症状感染者22例，其中海洋海天公司员工12例。海洋海天公司员工的接触者1例，大连湾街道的居民6例，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3例。